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浅读。什么样的婆婆会赢得儿媳妇的尊重和爱戴？是不计较任何得失，一心一意为儿子家付出的婆婆，还是一碗水端平、没有偏心的婆婆？婆婆和儿媳妇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亲情关系。如果不是因为同一个男人，或许他们一辈子都是陌生人。 只是有些婆婆偏心偏到了天边，一边要求大儿子出钱治病养老，一边又偏心小儿子条件差，想方设法为他争取最大的利益和好处。送情的公公婆婆就是这样的人，一边偏心小儿子，想方设法为小儿子谋取利益，甚至还劫富济贫，却又一边道德绑架大儿子尽孝。 如此的行事作风，让宋晴不得不退避三舍，只能远离。请听宋晴的自述：如果不是念及自己生孩子的时候，婆婆来照顾了月子和孩子，或许我不会在得知婆婆住院后就急匆匆赶去医院照顾，还毫不犹豫拿起费用单就要去缴费。我和老公结婚了八年，婚姻幸福，夫妻感情和谐。 唯独我一直看不惯婆婆的偏心。虽然婆婆解释是因为她心疼小儿子读书少，没什么文化，挣钱也不如我老公，经济条件也大大不如我们，可我很清楚，婆婆就是偏心。明明都是儿子，老公和我结婚时，婆婆分文不出，还一直哭穷，用父母尽完责任来让老公知难而退。 本就自尊心强的老公，自然是不会对公婆死缠烂打，只能自己想办法买婚房结婚。如果不是我父母心疼我，心甘情愿拿出了二十万，或许我们至今还要蜷缩在狭小的出租房里。当时的我年轻单纯，虽然公婆不出钱不出力，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婆婆还是来照顾我的月子和孩子。 虽然只照顾了一个月，但我也还是比较感激，觉得婆婆解了我父母的燃眉之急。因为当时我父母还没退休，对于我坐月子，娘家妈也只能干着急。因为感激婆婆的雪中送炭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管老公如何拿钱拿东西孝敬公婆，我都没有二话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公婆应得的。 可之后，小叔子结婚，公婆又出三十万，又给弟媳妇拿十万彩礼的时候，我就整个人心里不平衡了起来。同是儿媳妇，我结婚婆婆分文不给，弟媳妇结婚婆婆却又是婚房又是彩礼，啥都没委屈弟媳妇。婆婆这是压根没把我当一回事，可我的不甘心和委屈。 老公看到了，却也只能劝我咽下，因为他弟弟条件比我们要差，我们要让着他弟弟一点。话虽如此，可之后老公再想大手大脚给公婆送钱，我就阻拦了。婆婆如此偏心小叔子，就应该找小叔子要生活费，而不是找我们。于是，老公每月给公婆的生活费，我直接从三千块钱。 降到了两千。婆婆来家里闹过几次，我直接告诉她，她什么时候能把给弟媳妇的彩礼和婚房补回给我？别说每月孝敬三千，就是五千块钱，我也愿意给。一听到我提婚房和彩礼，婆婆就羞愧得落荒而逃了，不敢再来闹事。只是婆婆暂时消停没多久。 却又在小叔子要生二胎时蠢蠢欲动了。之后，公婆一直跟着小叔子居住，帮他们带孩子、做家务、出钱出力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。只是随着婆婆年纪大了之后，身体还不如从前，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看病、吃药或者住上几天。前段时间也不例外，婆婆又病倒住院了。 而且小叔子在电话里还说病情有些严重。听到这，我和老公连夜赶去医院照顾。当时老公先去停车，而我就先赶去病房。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病房，却在病房门口听到公公婆婆的悄悄话。只见公公说：“这次你生病得十万，两个儿子平摊，一人五万吧。” 总不能就逮着大儿子一个人薅，婆婆却不乐意了。怎么是逮着大儿子一个人薅呢？这不是大儿子文化高，工资高，比小儿子有出息多了。而且老丈人家经济条件也好，他们多出点钱也无可厚非。可小儿子却不同了，文化低，工资也低。如今小儿媳又怀上了二胎。 正是到处花钱的时候，见婆婆这么一番解释后，公公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你认为要如何分配才合适？”婆婆接着道：“大儿子出大头八万，小儿子出小头两万吧。后续报销款下来了，这笔钱我也得给小儿子留着。”公公顿时就急了：“大儿子出八万，报销款下来你还得把钱给小儿子？” 这不就相当于大儿子一个人承包了全部费用吗？是不是未免有些过了？婆婆一锤定音道：“怎么就过了呢？小儿子一家陪伴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享了天伦之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大儿子有出息了，却离我们更远了，跟我们也不亲近。让他多出点钱尽孝，难道不应该吗？” 公公沉默了许久，最终妥协了。而全程站在门外听到他们老两口悄悄话的我，有些气愤，又有些替老公不值得。这些年来，老公对公婆一片孝心，出钱出力，但凡婆婆需要钱，老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。可婆婆却是如此算计自己的大儿子，却为小儿子铺路，没有多想。 原本打算推开门的手也松开了，直接转身离开，却不料碰到了拿着存折急匆匆要来付款的老公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拿走老公手里的存折，拉着他就往回走，并把刚才听到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告诉老公。老公沉默了许久没说话。正当我想安慰他时，他却说：“我们没办法选择父母。” 既然父母如此偏心，那我就成全父母的偏心。十万手术费，我出五万。至于后续的报销款，父母可以留下来自己花。如要补贴给弟弟，那就两兄弟平分。见老公如此冷静，我顿时心平气和了。老公自己想开想通，总比我拦着不让他尽孝来得好。 只是想到婆婆的固执和偏心，我又忍不住摇头。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。我二十四岁生日那天，我妈妈来找我，她说我妹妹生病了，需要一颗肾。她来的时候，我正在陪客户喝酒。我是一名白酒销售，在客户答谢宴上，有个经销商说，我要是喝完分酒器的酒，他就签下今年的任务书。 我眼睛都没有眨，一口闷了。五十二度的白酒，我最开始喝的时候觉得它辣，嘴巴咽下去的时候觉得嗓子都疼。到现在，我觉得得这个度数才带劲。晚会上灯光晃得人眼睛花，我一时分不清时日。台上公司花钱找来的歌手唱着一首老歌，《美丽心情》。 歌词里写着：“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。”我不知道我的冬季什么时候才会过去。也许我会死在今年的冬天里，但是好冷啊！还是想在一个暖和的日子离开。他从大门口走来，抱着手倚靠在墙壁上，冷冷的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毫不掩藏的厌恶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 也许是碰巧，也许是路过。我是我，他的耻辱，是他华袍上的虱子，肮脏又恶心。从前很多次偶遇，我们都默契地装作谁都不认识谁的样子。肚子里没有吃什么东西，光喝酒了。那些火辣辣的液体从食道里往下冲刷着我的胃，我觉得肚子灼热着疼，嘴里又倒酸水。等经销商都走了。 我赶紧冲进洗手间，大吐特吐。看着镜子里狼狈的样子，我感觉我像漂泊在人间的水鬼。他倚靠在门上，捂着鼻子，嫌弃的看着我道：“你倒是没什么羞耻心，一个女孩子陪着一群人喝到烂醉如泥。”我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没理他。羞耻心这种东西，我也很享有，但是我还要吃饭。 还要生活，还有人等着我。还没走出去，他捂着额头道：“你妹妹得了尿毒症，需要一颗肾，我们的都不匹配。”哦，难怪他从前话都不肯和我说一句，今天会主动来找我。我是他被人强暴生下的孩子，当年生下我没多久，他就把我扔给了我外婆。那个时候我还很小。 我外婆经常在我面前抱怨，有时候也会掐我。她说：“你就是个讨债的，如果不是你，你妈妈怎么会过成这样？现在因为你，你妈也恨上我了。”她一边讨厌着我，一边带着几分怜悯把我养大。你果然和你那个恶心的爸一样，听到圆圆生病，你就是这种反应。我依旧是沉默着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 我有些猜到他来找我的原因，那样的原因依旧会让我难过。我很多次都告诉自己，他这样也是正常的。可人终归不是机器，没办法剔除掉七情六欲。我给了你一条命，你还我一颗肾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他公事公办的说着，我静静的看着他，依旧没有说话。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。 但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，我和他之间都隔着千山万水。他虽然来找我，但依旧是一副不想和我沾边的样子。妈妈，如果不是因为这颗肾，你应该永远都不会主动来看我吧？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指了指我腹中这有用的器官。也许是那声“妈妈”，也许是我的态度，他的表情很难看。我一时有些后悔。 我不该喊他的，他这辈子应该最恶心这两个字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，气氛一时间变得尴尬。最终还是他先开口道：“先去配型吧。”他伸手拉着我就准备走，那是他第一次拉我，他的手保养的很好，也很暖和，握着我的手腕将我推到车里。车子开得很快，他把车窗摇到最低。 呼啸而来的冷风灌到我全身都是，我没忍住咳嗽了下，加上喝的那些酒，让我一时间肚子里翻江倒海。他有些反感道：“不要吐到我车里。”我愣了一下，车子飞速的驶过路口，在这密闭的空间，每一秒于我而言都是煎熬。我也很想带着脾气的说一句：“停车，我要下去。” 可是发脾气的人是被老天宠爱的人，我不能发脾气，我得忍耐着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需要钱，需要很多很多的钱。我现在是待选的商品，只有配型成功，我才能将我自己卖个好价钱。检查结果很快出来，我是匹配的那个人，匹配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百分号以上。我有一种可以卖出去的欣喜。 又夹杂着这个买家是我妈妈的色意，她神色难辨的看着我。中年医生有些不忍的看着我道：“小妹妹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要考虑好啊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”我没告诉她，我的一辈子其实很短很短的，这于我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但是那双眼睛看着我，带着慈悲和不忍，我竟有些鼻头发酸。 我怕我哭出来，不敢再看他的眼睛。我妈一把将我拉出去，她怕我后悔，语气中带着不安和愤怒道：“许曼曼，你答应了的，你别反悔，让我看不起你。她从来就没看得起我过。这都不重要。”我挤出一点笑意，平静的对他道：“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一直是你一个人在说。” 一个耳光狠狠地甩在我的脸上，我的鼻血被打得直流，他眼睛也红了，有眼泪滚落。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急了，他那么爱他的圆圆，怎么能够忍受我这样的态度？你不换肾给圆圆，他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为什么你这样的人没有生病，我的圆圆却生病了？他一句又一句地质问着我。 我没法回答他，就像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的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一样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样的人也生病了，我这样的人很快就会离开了。但是我知道和他说也没用，我也不想让我自己更难过了。他厌恶我，恶心我，恨不得我去死，但是又迫于法律，我还是活在这世上。他只能眼不见心不烦。 但是现在，为了他爱的孩子，他必须和我这个恶心的东西相处。我拿衣袖擦了擦鼻子流出的血，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六十万。”他有些愣神。我再次复述道：“给我六十万，我就答应你们换肾。”他先是震惊，不可思议，而后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道：“你要把肾卖给我？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？” 你这条命都是我给的。大厅里有些冷，我忍不住咳嗽了下，道：“我不同意的话，那你自己拿刀来割吧。”我没敢再看他，转过身去，快步走出医院。摊开手心，那里还有一些血迹。冷风从袖口、领口不停地往我身体里钻，我觉得骨头有些疼，我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生病的原因。 晚秋的路上大多是落叶堆积，但是也有一些树泛着绿意。我想这没什么大不了，我不过是那些先枯萎、吹落的树叶，每棵树的时间不一样罢了。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过我妈妈了，我只是大概知道她的情况。她好像很有钱，她开的那辆车我要挣很多年，不吃不喝才买得起。她还有一个工厂。 我曾去那里打过暑假工，那个时候我在车间组装着那些零件。他牵着他的圆圆，神态是那么的温和柔软。我远远的看了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。他在社会上做了很多慈善。工厂里每到暑假会招一些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学生。我那时候的生活费大多来源于程安安，我和他没有半分关系。 却一直受他的资助，但是他自己也不好过，早早的辍学，心脏又不好，辗转于各个工厂，赚着微薄的收入，还要省下一丝给我。那所以那份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暑假两个月，我可以给程安安减轻好多负担。我尽可能的低着头，不敢让他看见我。我像是一个偷窥着。 躲在暗处，小心翼翼的看着他们的幸福。有人生在光明处，如宋媛媛，她只需要接受那些爱意就好了。有人生来就是阴沟里的老鼠，人人厌恶，东躲西藏，苟延残喘。可是有人把我从阴沟里拽出来，我想让他过得好一点，我想让他活下去。我想着我妈妈如今的经济实力，以及她对宋媛媛的母爱。 猜想六十万，他应该愿意出吧。晚上我回了我的小出租屋，程安安搬走后就我一个人了。C 市的天气像小孩子一样，温度一下子降得很低，阴冷的很。从前在小乡村时，我曾无数次向往着这里，破旧混着各种味道的大巴车载着我一次又又一次的来到这里，可我也无能的很。 这么多年，我也没用在这座城市站稳。我奢侈的把空调打开，屋子里终于有了点温度。我裹着被子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手脚冰凉着，好像怎么都捂不热。敲门声响起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我不想去应付，不想爬起来，不想去开门。可是对方好像不放弃，敲门声越来越重。 我有些忍不了，喊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对方不说话，我有些害怕，又突然想起我还有保险，如果真的出事了，会有保险赔偿金吧？我真的好需要钱，我不知道我这颗肾还能不能卖出去，壮着胆子去开了门。许曼曼，不知道是谁，你也敢开门？来人有些怒气，是宋媛媛的哥哥。 宋家树，我妈妈嫁给他的爸爸，生下了宋媛媛。他很疼宋媛媛。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，他是我曾经喜欢过的人，也是最后把我推下深渊的人。还是说你这样的人巴不得遇到这些？毕竟会有人喜欢你吗？他带着嘲讽的表情说着那些话。他凭什么？滚！我打了他一巴掌。 手都在抖，他也不生气，继续道：“怎么，生气了？你也会生气？不是都准备卖肾了吗？卖身对你来说也不稀奇吧？”他一步一步朝我走近，我不停的后退，他眼里的嘲讽更甚。我停了下来，直视着他道：“那你能给多少钱呢？”他愣住了，而后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道。 许曼曼你他妈真贱！我仰头看着他，反击道：“我这么贱，你还来找我？那你比我更贱！”他似乎被我激怒，一把将我拖到床上，撕扯着我的衣服。我像是砧板上正要被解刨的鱼，我剧烈的挣扎着，那些不堪的记忆一点点的裹挟着我，我感觉我仿佛就要在那种情绪里溺死。他压着我。 按着我的手脚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钱啊！你做这副样子给谁看？出来卖还要立个牌坊吗？”我的眼睛像是控制不住一样想哭，我死死忍住眼泪，放弃了挣扎。他愣住了，看着我：“你能给我多少钱呢？”我闭上眼睛道。 他起身，一脚踹翻旁边的小桌子，道：“所以他妈的，谁给钱都可以，对吧？我缺钱，需要很多很多钱，没有精力应付他。”他将我拖起来，亲了过来，却突然停下，语气嘲讽之极，道：“许漫漫，你在欲擒故纵什么呀？当初是谁喜欢我，喜欢到给我做作业，给我洗外套，给我煲汤啊？” 他把从前那些事一点点扒出来，一点点撕扯着我的自尊心。我低头沉默着，像很多次在他们面前一样，我像是一个罪人，任由他们辱骂。许曼曼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看上你吧？他拿银行卡拍在我的脸上，而后转身出去，突然停下，背对着我道：“许曼曼，卖肾可不像卖身。” 你还是考虑好，不要有命拿没命花。我捡起银行卡，眼泪大滴大滴的滚落，不停的告诉自己没关系，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了。而后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追出去道：“宋家树，后悔了，你还没给我说密码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鄙夷，道：“你这副身体，继续拆了卖吧。” 我倒是看你能卖多久。我继续听着他的嘲讽，想等他骂完再继续问。他接了个电话，神色一下子温柔了起来，道：“圆圆乖，哥哥在外面给你买烤红薯，很快就回来了。”宋家树原来也有这么温柔的样子，我妈妈也有温柔的样子。那是高中开家长会，宋圆圆的初中部离我们高中部不远。 老师一直问我为什么我的家长没来，我很想告诉他我没有家长。我想起开家长会前几天，我一直求我外婆，求她给我开一次家长会，不然我又要罚站，我又会站到门外去，又会有很多人盯着我。我把所有的家务都做了，听着他不停的数落我，他说我就是一个讨债鬼，如果不是我。 我妈妈也不会不理他，然后好不容易等他发泄完，我说起家长会的事，他从上到下的打量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透着嘲讽，道：“你又没有家长，开什么家长会？”我还是不甘心去校门口等他，人来人往，我看到我妈妈牵着宋圆圆的手，宋圆圆像只活泼的小麻雀，不停的说着什么。 他温柔又耐心地侧着身子听他说着，我躲在旁边的角落里，像是发霉的被子一样害怕暴露在阳光下。我像是角落里的蛆一样，不能让人看到。不过徒添别人恶心，没关系。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我妈妈厌恶我的原因。那些年的时间，一次一次向往论证，我的出现只会给他们增加烦恼。 我裹着被子，透过狭窄的窗户看着外面的人来人往。房间里静的，只听得到空调扇叶吹出热气的声音。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是程安安的电话：“曼曼，生日快乐呀！这世上唯一记得我生日的人。”我把橱柜里他提前给我订好的蛋糕拿出来，点上蜡烛，最后一个生日了。 最后一个愿望。从前读书的时候，有个老师给我说过，他说有人先甜后苦，有人先苦后甜。老天是公平的，老天以后都会补偿你的。那我现在的愿望是，老天爷补偿这辈子我要不了，给程安安吧。电话那边，程安安继续哄骗着我，他说他在外地出差，他说最近实在太忙了。 我都一一附和，眼泪滚落，我没忍住喊了一句：“姐姐，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，就是最近天气好冷，你要注意保暖啊。”快速的挂断电话，我抱着他给我买的礼物，哭得泪如雨下。那是一套他选了很久的护肤品，他说：“我现在上班了，要开始保养了。”柜子里还有他给我买的职业装。 他总是操心着我所有的事，他给我发着消息道歉，说他工作太忙了，今年没办法给我过了。我说要他视频，他说暂时不方便。我问他什么时候方便，他说忙完这段时间再说。我不能再继续逗他了，再说他就圆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他现在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他不想让我知道。 可他不知道，他对我有多重要。那些难熬的日子，都是他陪着我一起熬过去的。程安安大我五岁，和我外婆一个村里，甚至我的名字都是他取的。那个时候我都快上小学了，还没有正式的名字，外婆就说随便取一个。程安安正在给我洗头，他说要不他来取。他说现在是春天。 他在书上看到过一个词“春光烂漫”，就叫我“漫漫”吧，反正外婆也不在意，真的就取了这个名字。我很粘程安安，我小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“姐姐”。他放学后会给我洗澡，给我洗头，会把他的零花钱攒下来给我买零食。外婆有时候生气不给我饭吃的时候。 程安安会以其他名义把他的饭端出来，带着我到后山上去吃。他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，他还有一个弟弟，每次他都会挨骂。我让他不要来了，他只是说我又吃不完，吃不完更要挨骂。后来程安安念完初中就辍学了，我当时还在读小学。他妈脸坚定地说，他以后挣了钱还会读的。 让我也要好好读书。后来我读初中的时候，外婆已经不太想让我读了。我没有办法，也没有前路。我给程安安打电话，问他在哪儿上班，我也想去。他劈头盖脸地骂我道：“你以为外面很好生活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想在厂子里过一辈子吗？”我沉默着没说话。他突然道：“他们不想供你了吗？” 说话呀，许曼曼，没事了，你先忙吧，我也有还有其他事。我挂了电话就蹲在地上哭。我知道我和他连血缘关系都没有，我不能一直打扰他。结果周末他就风尘仆仆的回来了，他说是回家来看看，可是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想回家的。那群人只会附在他的骨头上吸血。 我们在常见面的山上，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都是。他站在山花烂漫处，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还是带着笑意对我道：“怎么了？才半年不见就不认识了。”他拉着我的手，很平静地说道：“许漫漫，我们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人摆脱这样的人生。”他开始偷偷给我寄学费、寄生活费。 每次考试后的成绩，他比我都还在乎。我和他说，等我毕业，我就来供他读书。可是他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程安安从小就有心脏病，他为了我，为了挣钱，这些年让他的病越来越严重。他不知道，他搬家前，我在衣柜的角落里看到过他的遗嘱，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：我死后，我的一切都由许漫漫继承。 他这些年一直都过得很节省。我没有毕业的时候，他就住厂里的员工宿舍，吃食堂。他拼命地攒钱。他说：“慢慢，很快，我们两个就会有家了。”他说：“他要在 C 市买房子，买个小房子，是我们两个的家。谁都不能撵我们，不能骂我们。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，还可以养一只小猫，还有一只小狗。” 我们快要买得起房子了，可是程安安等不了。程安安是这个世上最笨的人，只有他才会觉得我是个很好的人。他不知道我才是个天生的坏坯子。对于我会得这种病，我其实并没有什么意外，因为我生物学上的父亲也是白血病死的。我还记得他当时来学校找我，表情谄媚又讨好。他说他想要好好补偿我。 他跪在地上求我，求我救救他。我将他扶起来，安慰他说好，然后陪着他去配型。他需要我的骨髓。现在科技发展，可以直接从我的血液里提出来。他当时看到配型成功的报告时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他说：“曼曼，爸爸第二条命就是你给的了。”他说：“从前都是他的错，以后他会做一个好爸爸。” 爸爸，他也配？他强暴了宋媛媛的妈妈，生下我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又在成年以后来找我，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噩梦。他凭什么？小时候我外婆总是诅咒他，说他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们都没有见到报应的到来。现在我知道了他的报应就是我。 我安抚着他说要去学校处理点事情，然后偷偷办了休学手续，休学一年，拉黑掉他们所有人。程安安当时以为我是因为学费问题休学，和我大吵大闹了很久。后来我骗他说是我精神不太好，他才没再追问。但是那一年也不算浪费，至少我挣了一些钱，让程安安也没有那么累。 我后面回去上课的时候，我那个所谓的父亲已经火化完了。他的妻子来找我，问我怎么可以那么心狠，问我不怕遭报应吗？心狠吗？我只是不愿意帮他，就是心狠。那做恶事的人算什么？对于他的死亡，我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，毕竟他与我只是一个麻烦而已。至于报应，做畜生的人都不怕。 我怕什么？我只想好好读书，早点毕业。我只想让程安安重新开始他的人生。他说他的一辈子就只有这样了，狗屁！我就想让他爬起来，就想让他站在山峰。后来我毕业了，我拼命的挣钱，我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。我劝他去读书，我给他选学校，但是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敷衍我。 我甚至有些生气，直到看到他的病历。我在想，老天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吗？那段时间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，我所有的努力，我所有的梦想都没有了意义。如果程安安不在了，那我要这些有什么用？可我没想到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恶意远远不止于此。 从我开始反复流鼻血的时候，我就有所怀疑。确诊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很意外，只是我要是死在程安安前面，那他怎么办？而且说不定我们之间可以活一个。那天的酒会，我其实可以不用去的，但是我知道我妈妈会出现在那里。我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宋媛媛生病的事，我的白血病还在早期。 我问过医生，只要脏器没有被感染就可以用。于是我拒绝去做化疗。我每天吞下大把大把的药，吃了吐，吐了再吞下去。我要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。他果然来了，和我想的一样。我应该开心的，至少我还有一些用。动手术之前，我妈妈知道了我得病的事，她问我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” 那张平静的脸也可以这么愤怒狰狞。我冲他笑了笑，道：“您别担心，器官还没有被感染，还可以用。”我的话让他一下子愣住。我接着道：“您已经给了钱了，不能反悔了。在上手术台之前，我从他那儿要到了密码，我怕我死到手术台上，给程安安发了微信，那张银行卡还有密码，还有一句。” 别怕，我只是怕忘了，先发你。程安安最容易担心和焦虑了，还是不要让他知道。如果真的死在了手术台上，家里还有一封我留给他的信，遗嘱我也很早就给律师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只是好想见他一面啊，可我也怕见他，他不会同意的。麻醉过后，我就睡了过去。 像是一场很长的梦，梦里都是从前。我本应该难过的，可是梦里有程安安，他一直牵着我的手，走在山花烂漫的地方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有我。她”他说他一定要让我走出那里。还有外婆，外婆最后的日子病得很严重，我背着她去镇上的医院。黑黢黢的山路，好像怎么都走不完。 一路上，我不停的和他说话。慢慢开始下雨，雨声有些大，他的声音太小了，我有些听不见。费了好大劲儿，我听清了。他问我恨不恨他，我想我不恨的，因为我遇到程安安了。最后他说了一句：“他说我也是可怜人，我不可怜的，我有程安安的，他们谁都没有程安安好，我不需要他们。” 他在我背上没了声音，他的身体慢慢僵硬，我吓得不停的跑，摔到地里去摸他的鼻子，没有了气息。雨水越下越大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背着他继续走。然后程安安打着手电筒出现，我让他隔远一点，我说外婆死了会吓到他，他哭得好惨，说让他背，他让我别害怕，他打电话叫人。 他说他在，我知道他在啊，他一直都在啊，我什么都不怕的，他在的。我昏昏沉沉的睁开眼，宋媛媛和我一个病房，他们全都围着她，她像是一个小公主一样。宋家树发现我醒来了，他有些不敢看我的眼睛，道：“你生病了，怎么不早说？不会影响你妹妹的器官，没有被感染。” 我耐着性子和他解释道，他却突然红了眼眶，吼我道：“你以为我要问这个？我算你的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高中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同桌，大我一岁半。他总是逗我开玩笑，让我叫他哥哥。他会偷偷在我的课桌下塞满零食，会帮我整理好笔记。他是我曾偷偷喜欢过的人。” 可是后来，他知道我的身份后，他扔了我的书，他把我按在墙角，让我不要让宋媛媛知道。他说：“宋媛媛要是因为这个受到影响，他一定和我拼命。”后来，宋媛媛不想读书了，抽烟喝酒。他觉得都是我的原因，是我出现让他们家里变成这样。毕竟小公主做什么都是有理由的，他们可以随时为她兜底。 我的呼吸都是错的，即使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去过他们家里，我也未曾向我妈要过一分钱。外婆死了以后，他们来给她办丧事，然后我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让他们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人。可笑的是，当初恶心我、厌恶我的是他，现在质问的也是他。我看着他情绪激动的样子，忍不住笑道。 我配是你的什么人吗？他愣住了，而后反击道：“所以这都是你装可怜的套路，对吧？”他这一句话把我逗笑了。我要在他们面前装可怜，再可怜又有什么用？笑着笑着就是剧烈的咳嗽，我死死地捂住嘴巴，有鲜血从指缝中进出。他似乎是吓到了一般，冲过来按住我的肩膀，道：“许曼曼。 你在骗我对吧？你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我没有力气回答他，眼前一片模糊，耳边是护士和医生的声音，他们将他拉开，我被推了出去。程安安还是知道了，他风尘仆仆,仆地跑过来，我躺在床上冲着他笑，他眼眶通红，眼泪大滴大滴地掉。他说：“许曼曼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怎么敢？” 他小心翼翼的查看我的伤口，我伸手拦他，没有拦住。他的眼泪大滴大滴的落在被子上。许曼曼不疼吗？声音很轻很轻，我却看见他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打了麻药的，不疼的。我安慰他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对心脏不好。”我慌忙着给他擦眼泪。许曼曼，你不能这样对你自己的。 他擦着眼泪道：“我妈妈正好拎着给宋圆圆的粥走进来，她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。不对，她是宋圆圆的妈妈，不是我的。”宋圆圆又睡了过去。我给程安安擦了擦眼泪，向她撒娇道：“姐姐，我饿了。”她慌忙的跑出去给我弄吃的，还不忘安抚我说：“她很快就回来。” 其实我的进食欲望已经很低很低了。房间里现在除了宋媛媛，就是我和她妈妈。她朝我走近，第一次带着一丝歉意道：“刚刚来的匆忙，忘了带你的了。”“没事，你已经付钱了。”“你一定要这么和我说话吗？”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。他突然从兜里又掏出了一张卡。情绪上来说，我应该拒绝。 但是理智告诉我，这笔钱可以让安安过得很好。他递给我，带着一丝说不明的情绪道：“你还在早期，还是有希望的。”我接下了那笔钱，带着谢意道：“虽然不该拿您的钱，但是我现在确实拒绝不了。”他避开我的眼神，转身去给宋媛媛擦脸。我将卡放在枕头下，透过余光。 看着他温柔的样子，最后道歉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出现在您的人生里。”他愣了愣，没有回我。我能给您最后的谢意，就是不再打扰你。如果这世上有下辈子，我绝不会再和您有任何牵连。别说下辈子了，先把这辈子过好吧。他依旧没有再看我，只是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。 我说不清对他的感觉，有过恨意，也有过歉意。他为了宋媛媛来找我时，甚至内心深处有过一点点的难受和痛苦，但是更多是谢意。至少我拿到了可以医治程安安的钱。命运他戏弄着我，恶心着我，作践着我，可是他也庇佑着我，让我遇到了程安安。我可以放下这些了，我可以不去在乎这些了。 这世上有一个和我毫无血缘关系，却将我看得比谁都重要的人，这一生值得了。他照顾完宋圆圆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看着我欲言又止。这个时候，当初我父亲的老婆闯了进来，他看着我，带着报复的快感道：“还得感谢你对你父亲的照顾，所以我也来看看你。”他放下果篮就走了。我知道他来的目的。 不过没关系，再给我十次、百次的机会，我还是会这么干。我妈看着我，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。那女人走后，很快有护士过来帮我调床位，她看都不看我，只一副很厌烦的模样。我想，应该是那个女人让她想到了不好的事，所以她对我的态度也转变了。我看着她，想说点什么，可是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 那些话卡在喉咙里，最后扎在了心上，血淋淋的。即使说出来，都会带着血腥味，令人作呕。他对上我的眼神，突然嘲讽道：“你倒是和那个畜生一样，给你钱你就接着。”他其实没有说错的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本来就把我自己拆开了卖钱，肚子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。如果不是时间来不及了。 我还可以卖其他的，但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我竟然还是抑制不住难过。我不再去看他，我双手放在被子下，死死的握着。我曾觉得我可以靠着这双手，带着程安安走到光明处，可是命运它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我只能用它去做最后的置换。程安安放弃读书，那些人说他没有学历，又快三十了。 他们说他这一辈子就只有这样了，甚至程安安自己也和我说：“他说人生很多事错过，就不能弥补了。”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，在我这里就是不行，我就是不想，我就是好想他过得好啊！我愿意最后赌上我剩下的所有，让他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护士推着我的床离开，我的胳膊碰到了我妈妈。 他好像挨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，快速的闪开。仅仅只是那一个动作，差点让我没绷住。我还是太不够坚硬。我最讨厌这样的自己。剧烈的呕吐感从我的胃里涌入喉咙。有生病的原因，更多的是我恶心我自己会去期望。我恶心我自己最后的日子，竟然会对这种事怀有期望。我怎么能痴心妄想呢？ 我怎么能那么不切实际呢？我本来就是在向他们乞讨钱，怎么可以奢望有尊严呢？尊严这种东西是昂贵的奢侈品，我早就放弃了。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我的头发已经开始越掉越多了。程安安看着，担心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。我怕他发现，他已经在催我做检查了。 我骗他，手术前已经检查过一次了，再待久点我就降不过他了。还有，我也怕时间来不及，所以尽快办理了出院。我和程安安回了家，他还在骗我。他说出差结束了，他陪我几天。他每天给我做饭，推着我去散步。他用厚厚的毯子将我围住，还在担心冷不冷。已经到了冬天了。 树上都是光秃秃的，满地都是枯叶。我握着他的手道：“姐姐，冬天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姐姐，你是我在这世上最在意的人。”他咳嗽了几下，却因为我在场而隐忍着。怎么突然这么感性？他轻轻敲了下我的额头。晚上回家，我把屋子收拾了下，窗外下起了雪。算着一定剂量的安眠药。 我去隔壁房间吞下。我在他床边设置了一个闹钟，他醒来把我送到医院。那个时候的心脏刚好可以用，还有一封提前写好的信。屋子里开着灯，这样他应该不会害怕吧？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可惜不能好好和他告别了。身体越来越痛，我告诉我自己吃下这些药就结束了。再见了，程安安。 再见了，姐姐。抱歉，不能再继续陪你了。番外：程安安是被闹钟吵醒的，外面的雪下的正大，他有些感叹 C 市很少下雪的，还是这么大的雪。低头却看到枕头下压着一封信，他来不及打开，就冲到了隔壁房间，看到屋子里的灯全都开着，许曼曼躺在床上，带着笑意。 他整个人害怕到了极点，试探着喊道：“慢慢，许曼曼，许曼曼。”地上是包安眠药的纸袋，好几包，他不知攒了多久。他哆嗦地打开手机，叫“幺二零”，然后他将她抱起。她竟然已经轻成了这个样子，他很轻松地就将她抱起，像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小孩子一样。 他缠在他身边，一直喊着“姐姐”。那时候他也是很轻松的将他抱起。他抱着他，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撕扯出来一样。他撕心裂肺的喊着：“来人呐、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呐、啊！来人呐、啊啊！救救我的妹妹啊！来人呐、啊！我的妹妹出事了！来人呐、啊！许曼曼，你不要吓我呀！许曼曼。 你不能这样对我的！的许曼曼，你说过你会听我话的。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抢救没多久就宣布了脑死亡。许曼曼提前联系好的医生找到他，他看了那封信，所有的一切他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卖肾是为了给他凑手术费，他为了让他的心脏不受损害，一直扛着不肯去做化疗。 又为了怕病影响到心脏，提前吞下了那些安眠药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。程安安瘫坐在地上，已经哭不出声。他比他还要了解他，他心里最后的话是：“姐姐，不要浪费了我这颗心脏啊！姐姐，带着他去帮我看更远的世界吧。姐姐，不要难过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你。”那场手术动了很久。 程安安闭着眼睛，眼泪也在滑落。梦里，许曼曼看起来很健康。他坐在他对面，带着笑意道：“别怕，姐姐，你要健康了。”他给他擦眼泪，他抱了抱他，道：“姐姐，你该回去了。”他慌张的想要抓住些什么，伸手去抓他，却只是穿过他的身体。他控制不住，大哭喊着他的名字：“曼曼，不要！”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啊！他只是冲着他笑笑道：“相信我，姐姐，姐姐以后会有家人的，姐姐以后会特别幸福的。”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望着周围的人，看着这个陌生而熟悉的世界，新的心脏在他的胸膛跳动。他知道这个世上真的没有许曼曼了。程安安在医院住了很久的院，看着冬天一点点过去。 外面的树木都抽了绿芽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，他一时有些不适应，却又突然泪如雨下，因为他突然想起许曼曼曾经和他撒娇过。为什么 C 市的秋天和冬天都这么冷？到底什么时候春天才来啊？快冷死了！许曼曼再也看不到春天了。出院以后，他回到了那间他们一切生活的小屋子。 许曼曼的房间很整洁，她从前因为她不爱收拾，和她吵过几次，她却没皮没脸道：“我这叫乱中有序。再说了，没有我的杂乱，怎么能把姐姐的房间衬托出来呢？”桌上的笔记本是他给她准备的资料，他给她选的成人学校，还有他联系好的老师，还有他给她存的钱。 一笔十七万是他这两三年做好几份工作攒下来的，还有一笔五十万是他妈妈给的。他说那是他妈买他肾的钱，可是他已经知道了，那是他妈妈于心不忍给他做手术的钱。他还在骗他，他怕他愧疚。他躺在他的床上，被子里还有他的味道。他蜷缩在被子里，哭得不成样子。 程安安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可是自从许曼曼走后，他就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唯有胸膛那颗跳动的心还在提醒着他活着。他不知道在家里躺了多久，躺到宋家树把门撞开，他茫然的问他：“许曼曼呢？”“我有他配型的骨髓消息了。”程安安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呆住了，因为他清醒的知道了。 许曼曼把他的命让给了自己，他死了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宋家树有些不敢置信，只是喃喃自语。他的身后跟着宋媛媛，女孩看起来娇软可爱又天真，眼睛也跟着红了。她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公主，为悲伤的故事掉眼泪。只有他的许曼曼。 大冬天为了挣钱骑电瓶车，把腿摔断了，都不会掉一滴眼泪。人不是天生那么坚强，只是命运从没有温柔待他。你出去吧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下意识的，他觉得许曼曼应该也不想见他们。圆圆，你先回家，我还有有点事想问。宋家树枝走，宋圆圆蹲在地上。 双眼通红地问他：“许曼曼怎么会走那么快？”他讨厌死他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了。他带着恶劣的笑意对他道：“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曼曼当初突然对你态度大变？”宋家树心里突然有些惶恐，又忍不住还是想知道。程安安却突然失控，抓着他的肩膀，带着愤怒和痛苦质问他道。 那天上晚自习，他求你送他回家，你为什么拒绝？你为什么不愿意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你的喜欢就这么廉价？那天他的人渣父亲带着几个混混来找他，他害怕到了极点，求你送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要回去陪你的宝贝妹妹过生日。然后为首的混混猥亵了他。 你知道他后面半个月请假干嘛吗？送人渣去坐牢。程安安说完，已经哭到无法发声。这件事他本来准备隐瞒一辈子的，可是凭什么他们毫无心理负担地活着？凭什么？他就是想让他知道，虽然他也知道这无济于事，他无比后悔，因为许曼曼高中考到了市里，然后他那时在他学校附近打工。 他就让他和他一起住了。宋家树失魂落魄地从他们的出租屋离开，路上积雪越来越深。今年的雪好像很大，这个冬天也实在是太冷了。他无法承认是自己的原因。他从前觉得是他耍了他，他对他没有好脸色，甚至在他生病的最后还那样对他。路上很滑，他没有站稳，摔了下去。 他躺在积雪里，衣服慢慢被浸湿，他却毫无知觉。有眼泪从眼眶中滚落，他对着苍茫的天空轻声喊道：“许曼曼，对不起，许曼曼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”他想起那个时候陪继母去处理他母亲的丧事，许曼曼木站在那里，像一棵干枯的树苗。听旁边的人说。 他原本是把他外婆背去看病，后来外婆死了，他背着尸体走了回来。一个十几岁的女生在雨夜背着尸体独自在山路上走，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。但是宋媛媛却对他的出现反应很大，她经常偷偷问他：“妈妈会不会喜欢姐姐，不喜欢我呀？姐姐好可怜啊！”他真的多虑了。 继母连提都不愿意提许曼曼。再后来，大家都知道了原因。许曼曼的出生，她自己无法选择。可是大家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，都把情绪给了她。许曼曼的外婆当时怕被人知道这件事，一直拦着闺女不让她打胎。后来月份大了，又打不下来了。但是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责任。 或者说他逃避面对这件事，所以把这件事推到许曼曼身上。毕竟他年纪小，没有反抗的能力。许曼曼的妈妈自始至终都不愿意看到他，他的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。宋家树捂着脸，他承认他也是刽子手之一，但是他早已没有弥补的可能了。程安安在春天捡到了一只小金毛。 他依旧没有什么精神，还是住在他们从前的出租屋里。小金毛每天都会缠着他，他有时候躺在床上失控的时候，小金毛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叫。他会拿头蹭着他的手，会围着他不停地转圈圈。他有时候想起许漫漫，控制不住大哭时，小狗也会呜咽着趴在他腿旁边。 可能是因为小狗的存在，它有了点精神；也许又是因为遛狗必须要出门，生活又开始进行。只是买菜的时候会下意识买许曼曼爱吃的，天气暖和了会下意识的给她选好看的小裙子。但是胸膛那颗跳动的心脏，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他：许曼曼走了，许曼曼是把命给了他。 直到又一个冬季来临，他去遛小金毛。那天在巷子里，他看到了那个男人。他永远都会记得那个人。当初他和许曼曼去报案，送他去坐牢，结果因为证据不够，他没坐多久牢就出来了。这件事对许曼曼的伤害远不止此。他很早以前就感觉他不想活了。他的亲生父亲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他送到畜生手里。 他时常做噩梦，即使他在旁边，半夜醒来也摸到他满背的汗水。他变得更不爱笑了。他每天只是学习，不停的学习。他说他一定要考上好的学校。后来他做到了。只是刚出来的人，怎么可能挣很多钱呢？他选择去做销售，做小生意。但是不管他怎么跑，却永远跑不过命运。 现在死了一个畜生，另一个畜生还在。他开始化妆，开始出现在那个畜生面前他。他他装作很胆小的样子，躲那个畜生。然后在一个隐蔽的监控下，那个畜生果然还是没变。他掐着他的脖子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想就这样死了，这样这个畜生也会死。可是他恍惚间好像看到了他的慢慢的身影。 他在旁边不停地阻拦那个人，却无能为力。胸膛那颗跳动的心脏提醒着他，这条命是他送他的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他开始奋力挣扎，金毛也扑咬着那个畜生，被畜生拿刀捅了。狗叫声、求救声终于吸引了人来，他得救了。他抱着狗，夜里依然是大雪，像那个慢慢走的那个冬夜一样。 雪地里都是鲜红的血，他抱着狗去医院，望着苍茫的夜色，大哭道：“许曼曼，你走吧，许曼曼别回头了，许曼曼，这些都结束了。”他将手心捂在胸膛，感受着那颗跳动的心脏，承诺道：“许曼曼，我会好好活着的。”小金毛经过治疗活了下来，继续没心没肺地围着他闹。 但是每到晚上就要拖着他回家。他给小金毛取了个名字，叫小年糕，是许曼曼爱吃的食物。他开始去读许曼曼给他选的学校，又买了一个小房子。许曼曼的妈妈来见他，问许曼曼最后有留什么话关于他的吗？他只是很平静地说道：“曼曼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，他知道您恶心这些的。” 女人很生气，却突然盯着他的胸膛愣住了。那些想要出口伤人的话都在一瞬间戛然而止。他保持着体面离开了这里，却开车去了他母亲的坟地。他买了些纸钱给他烧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许曼曼下来了，这次你对她好点吧。”突然，他又想起了，以许曼曼的性格，应该不愿意再和他们任何人相遇了。 等他以后下去了，应该也见不到他。这样也好。他走在乡下的小路上，夕阳将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很小的许曼曼朝他跑来。无数次他都推开了他，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到了他的身上。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他一看到他，就会想起那些不堪的记忆，还有他母亲对他的残忍。 他想起许曼曼在医院望向他的眼神，他当时是有些不忍的。只是那个女人的出现，让他完全没了理智。后来从程安安那里知道真相，他才恍然发觉，这些年痛苦的不止他一个。眼中滑落了一滴泪，他伸手抹掉。微信里，宋媛媛的声音传来：“过去和现在之间隔着天堑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” 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感谢你的观看，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。尚未订阅的朋友们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幸福，一起慢慢变老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